这人才打五把。Of course。这用来什么？没啊，爆塔锅。对上吧。做一个汤，做一个盖锅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远。今天咱们做一个两吃甲鱼锅。哎呦，开了。哎呦，好。咱们先把甲鱼处理一下。烧点热水，把甲鱼皮烫一下。把烫好皮的甲鱼分割一下，把甲鱼肚子里边的黄油去一下，我这内脏。把宰杀好的甲鱼斩成大块，买了两根排骨，一会儿炖甲鱼汤的时候放进去。排骨、甲鱼焯一下水，倒入料酒，焯透水以后捞出来清洗一下。瓦煲里边倒入纯净水，放入甲鱼、排骨，里面放入葱、姜、干贝、大枣、党参、当归，准备点烧甲鱼的辅料，锅中做油，蒜子、姜丁炸一下，炸香以后放入葱段、花椒、大料、干辣椒爆香，放入甲鱼，放入一勺香辣酱，少许黄豆酱爆香，加入一勺生抽，放入啤酒，添入清水，调入盐、胡椒粉、白糖，开锅以后烧30分钟。甲鱼汤已经炖了一个多小时了，现在调一下味儿，调点盐，加点胡椒粉。甲鱼烧的汤汁粘稠以后了，放入青胡椒。出锅前撒入葱段，这锅不了，开回柠檬汤呀。来，好几天没来，今个你补补。好嘞。上边吃肉，点儿喝汤；上边做盖锅的，点儿炖一清汤，尝尝。来，先喝口汤吧。好东西，里边还有干贝，然后那党参、荔枝。啊，小鱼这在燃烧啊！来尝尝裙边。又软又辣，香。回来呀，兄弟，挺软。我这上边也我吃这个吧。上边高高挂着，顶红灯高高挂。啊，爽！这也软溜溜的，真好呀。是几甲鱼啊？两个3斤。上面几个大的。炖这个裙边怎么样？不如顶上的麻辣的好吃。我就煎的煎麻辣的。尝两口那边汤真带用的。这人才打5把。Of course。再吃两块啊！今儿的也不是什么了，也不多，咱们吃完它。这个你这一块吧，我留着这，待会儿再。